有这样一部电视剧，明明有50集长度的它，却有一大部分观众至今为止只看过前8集，因为第8集时那个单纯善良的素素姑娘死在了爱人怀里，她赚足了观众的眼泪，也带走了童年的白月光。大家好，我是沈凡，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是我的某位大学室友4年刷了20遍的一部电视剧《神话》。这不算得上是掀起国内一股穿越风的电视剧，改编自成龙的同名电影《神话》。而剧情方面，根据百度词条上最简明扼要的解释，主要是讲述了主角易小川穿越回秦朝，在一次次的奇遇和历险后成为一代大将的故事。当年开播时，神话不仅创下了单集最高 4.13%， 前6局平均 3.13% 的收视好成绩，遥遥领先于同期其他电视剧的收视率，也带火了剧中的那首《星月神话》，旋律一响起就戳中了当年不少观众的泪点。原因无他，只因为歌手金莎一唱起那一句“我的一生最美好的场景就是遇见你”时，似乎就是在唱剧中由她自己饰演的吕家二小姐吕素，在主角易小川深陷和奸臣高耀的尔虞我诈阴谋阳谋时，在小川注定承担太多命运赋予他的使命时，素素的出现就好像是一束没有经过污染的光，照到了刚穿越到秦朝的小川身上。这个只出现了不到电视剧1/5时长的人物，给了小川他最完整无私的爱情，所有可以和大家闺秀联系在一起的词都可以堆砌在素素身上。如果不是小川的出现，他或许可以做家人庇护下的娇小姐，乱世里也看不见真正的硝烟烽火，和父亲挑选的夫君过上安稳的生活。可小川的出现成为了他循规蹈矩生活中的一个变数。初次见面，小川就从劫匪手中救下了素素和他的家人，于是话本里俗套的英雄救美桥段再次生效。当小川将身上的外套帅气扔给一旁的素素，为他遮挡身子时，素素眼里流露出的仰慕诠释了所有的动心。有一句话说，一个女子的脸红抵得上一大段话，而素素每次看一眼小川，然后带着笑意和羞涩低头，同样抵得上无数句喜欢。然而落花有意流水无情这句话用在那时的小川和素素身上再合适不过。小川天性跳脱且不愿受拘束，对待那时的素素最多不过是朋友之间的情谊，只是因为谁也不能阻止历史车轮驶过，所以小川为了帮助今后的汉高祖刘邦能够和素素的姐姐，也就是将来的吕后吕雉成亲，不得已向当时爱慕自己的吕雉撒谎，说自己其实喜欢的是素素，以绝吕雉的念想。就是这个谎言被一旁的素素听到，并当成了小川的真心表白。他满以为自己的喜欢也得到了对方的回应，何况当时小川无意间问他，你们是不是有什么喜事都要挂灯笼时，素素点了点头。谁知道小川下一句话便是，那成亲也是吗？就是这样的谎言与若有似无的暗示，让素素心甘情愿掉入感情的漩涡，甚至最后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也觉得值得。她窃以为将所有的喜欢都装得很好，直到姐姐问她喜欢谁时，她犹豫许久还是说出了易公子三个字。用文字描述出来觉得矫情的画面，放到现实里其实也能看到无数类似的例子。人们总是从一开始的钟情到暧昧和暗恋以及付出，素素就好像是每一个默默看着心爱之人用尽了力气去喜欢对方的我们。当素素得知小川要离开吕家远赴咸阳时，素素顾不上思考路上安危，就算独自一人，就算知道乱世险象丛生，也不顾一切要去找到小川。谁知路上又遇到了山贼，就如同出狱那天，小川再次凭借一己之力打败了所有劫匪，救下了素素。如果说第一次是偶遇，第二次的出手相救就已经是命运的一环。素素从小川身后的马车跑上前来，从背后抱住了他。他可能用尽了所有的力气，将刚才遇见山贼的恐惧和重逢的喜悦全部放在了这一个拥抱里。等他找到了小川后说，非公子不嫁，怕是用尽了一个养在闺中女子的所有勇气。然而等来的却是小川的狠心坦白。小川不忍心他受奔波之苦，执意要赶他离开，说自己根本就不喜欢他，看到素素就烦。一句话将满心欢喜的素素打下了地狱，但是她没有破口大骂，没有恼羞成怒，素素能做的不过是独自落泪，微酸的鼻头和眼眶里的泪水就足够描绘她的温柔和心痛。后来我知道，许多人爱红玫瑰的热烈灿烂，
可是爱情里总也少不了一方，像素素的温柔体贴与付出。幸好爱情成了素素最坚硬的盔甲，足够支撑她撑过感情的考验。其实那时的素素与小川也并非没有温情时光。当小川还在吕家时，素素与小川一起为私塾挂灯笼。小川笑着对她说：“你的脸上有脏东西，把自己的脸弄得像小花猫似的。”然后用手碰了碰素素的鼻子。曾经一心奉守男女授受不亲的素素，没有抗拒小川和她之间暧昧的小动作，笑容却变得更加明媚了。他也陪小川看过手机，靠在小川的身旁，说自己想听小川讲关于现代的故事。我想起作家王小波笔下的红佛女，就是靠着胆识和爱情，孤身投奔虽有志向却落魄的李靖。等夜深了，她会跟自己的丈夫说：“李郎，谈谈你的长安城，我愿意听。”素素与红佛女何其相似，虽然不知对方心中那个现代那座城究竟是什么模样，却还是因为靠着爱意，愿意陪着爱人做一场梦。素素的等待和陪伴，最终换来了小川递过来的一枚戒指和求婚。虽然戒指是用野花做成的，虽然可能一文不值，可是素素看着那枚戒指时，眼神里的欣喜却抵得上看见千千万万珍宝时的模样。她将左手递给了小川，等那枚轻飘飘的戒指戴在了手指上，她也将自己的一生都彻底的交付了出去。小川问她：“吕素小姐，你是否愿意嫁给易小川先生吗？”这句他等了许久，可能以为这辈子都等不到的话，终于在日夜的相处中，在不顾一切的付出后，从小川嘴里说出。或许那时素素已经认为此生无憾了，但是厄运来临，他与小川注定与悲剧结尾。当初小川感染瘟疫时，刘邦等人查封了小川住的房子，只有素素不肯放弃一线生机，她用力敲着门，扯着大夫的衣袖，跪在地上拼命的叩头。她早已放下以往身为吕家小姐所有的金贵，为了哀求大夫全力救小川，她可以以命相拼。为了满足生病时小川想吃番茄炒蛋的要求，素素跑遍了所有的摊子，去寻找这道根本没有可能存在的菜。等她熬到了小川康复，等到了爱人求婚，却发现已经无法高呼幸福的时刻。他还没有能够对小川的求婚完整地说出一句好来，就因为感染瘟疫昏倒在地。可直到生命的最后，他还是没有忍心责怪小川。当那个为了爱人抛弃了身份和所有矜持的素素虚弱地躺在床上，却还是强撑着精神，一句一字都是关心小川时，我的眼泪就开始止不住地落下来。哪怕他力气仅剩无几，却还是述说着小川的好。他说自己曾经只是爹爹的乖女儿，如今却拥有了勇气去追逐爱情，还感谢小川让自己学会了洗衣做饭煎药。其实学会了爱人这一项能力就足够伟大。等素素倒在小川怀里，任凭他如何叫也醒不过来时，我的心就好像和屏幕里的小川一样碎了。素素的离开让不少人直言自己的神话只有八集，大骂编剧和痛哭素素的人都有。其实想一想，这何尝不是现实里许多人爱情故事里对于初恋的遗憾，对于女神的懊悔，对于许许多多感情的错过。又或者更直接的理由是，素素的离开可以推动剧情的发展，编剧的笔杆子和键盘已经无法运作，只好依靠人物的生死丰富主角的经历，饱满主角的性格。所以后来小川找到了他最爱的姑娘，可以将以前没有讲给素素听的情话对另一个姑娘说上无数遍。那个叫玉树的姑娘有着惊为天人的美貌，小川为了她一次次买醉伤心，为了治她的病而心急如焚，允诺她要么一起死去，要么一起活着离开。当初素素用了死亡擦肩才换来的幸福，就这样被小川许诺给了别人。她听了素素的话，爱上了另一个好姑娘。可是我最爱的还是那个害羞时不敢看人的素素，靠着一腔勇气离家的素素。或许是因为现实里太少像玉树一样几乎不用付出就足够获得一切爱意的人，绝大多数人成为了素素，在爱情里奔波付出，看着爱人的一个眼神就足够幸福。当初小川孤立无援奄奄一息时，只有素素陪在小川身旁，说自己今生今世也只会喜欢易小川一个人，宁可死也不要离开他。他勇敢且坦荡，确实做到了所有对小川的承诺。他用八集电视剧的时光演出了完整且酣畅淋漓的爱情故事，演出了面对一生所爱的执着，演出了童年的白月光。我们在爱情中的苦恼从来不是偶像剧里同时被几个男生追的纠结，不是信手拈来的海誓山盟，也不会是舒缓这两个貌美女孩之间的摇摆不定。更多的人像素素那样
虽然没有牵扯到用生死作为承诺，但是不管是一见钟情或是日久生情，都因为爱对方而甘心付出，所以才有了许多观众说他们的神话结束于第八集，结束于屏幕上给素素的最后一个镜头。但是就像荧幕上素素对易小川说的最后那句话一样，去爱上另一个好姑娘吧，初恋总是会过去，这一辈子还长呢，不是吗？我是沈凡，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视频，还请长按大拇指来一波素质三连吧。